那么的伟大的人都有这种的反应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要跟他们一样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。我已经给你们讲过几次啊，第一次开始，想到当神父的时候，我是高中生啊，那时候我想要做别的事情，我想要当足球员啊，不要当神父。但是我认识一个神父，他是非常好啊，他本来是我的老师，很年轻很帅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神父，然后他牺牲自己为了别人，他真正的帮助过很多很多年轻人。有一次他43岁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，他被杀死了，他被一个他帮助过的一个年轻人杀死了。我记得殡葬弥撒的时候，我的城市的人都在那边，都在那边参加那台弥撒，大家都很感动，大家都哭了。我又看到那么多人都在那边看，为了那个神父，开始说：“你看，这个神父没有钱，没有太太，没有好的房子，没有不是一个明星等等，但是你看那么多人爱他。如果我会跟他一样的话，我的生活我觉得会很好。可是呢，可是我说，如果我想要跟他一样的话，我应该很勇敢，我应该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。但是我不是这样子，那个人是一个神人，我不是。所以我说算了，我不如他。所以